又到全明星之夜的时刻了。在比赛进行到中段，还没有开始交战的时候，我已经浩哥就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比赛。大师，这次你绝对不能中立。像你们这样子说的话，那我就认真打。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全明星之夜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主持人。大家好，我们这一期节目呢是等等等等，哎，弗兰德，你变年轻了，弗兰德。是吗？你有没有觉得我的脸型有整过？你看侧面看，好帅啊，弗兰德。哎，你在哪个整形医院剪的？去韩国了吗？没有，其实是这个九龙男子医院。对我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之后呢，他们觉得我的脸型太过于奇怪了，他们说有帝王之相。弗兰德，你以前的脸是斜八字脸，对，公认的斜八字脸，对，你现在变成猪腰子脸了。现在我变成了大饼脸，大家看怎么样？这个形状是不是非常的圆润啊？我觉得太过分了。弗兰德，这个九龙男子医院去的比较好，直接就给你形象上面加分。对啊，这个我对吧？我弗兰德，堂堂七尺男儿，是去男子医院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说出来呢？对，对不对？说到这里，趁这个机会，我想问一下，弗兰德，你欠我500万什么时候还？马上就还，明天去华天说，好，直接提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。Friend， 那我要放开了说了。哦，那个，你晚上厉不厉害？晚上？你说都去男子医院了，我厉不厉害？你是不是早啊 ，Friend？ 我不是早，知道吗？你能不能举一个我的优点出来？优点？我也短小精悍。缺点呢？是我的缺点就是不举，不举。Friend， 原来你是这种人。Friend， 你是不是这种人？是。Friend， 你是不是不举？是。哇，今天所有的仇恨全部都用出来了。好了好了，这边的话变身完毕。大家好，我是翻了几倍工资来到 PRU 的娃娃。哎，干嘛？我的生活在公司都10年了。你们都不懂，我翻了大概有5-6倍。哇，之前我已经说过了。这样分的，我们翻一倍，我请大家一起吃一顿海底捞，2倍小南国，6倍天天小南国，天天小南国，对，最后他把我打了一顿，然后就说，他现在一顿都没请我，看来没太惨了。Friend， 你是不是不值？是。好，说到这个，刚才我们说到 Friend 的这个晚上的问题啊，其实这个男人对吧，心里面都会有一些非常难言之隐的事情。那今天的这个男人夜话呢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关于男人在晚上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更加的强大。是的，当然了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只是讨论，口说无凭。是的，我们实际举例。拿出来，把吓死！有形有色有视频，是的，真人演示，绝对拍死的。嗯，特别而且是从南京啊，对，千里迢迢空运过来的，空运的南京到这里好像机票应该会有人买吧？大概不会有人买这个机票吧？不，人家因为强而有力，太大了。哦，那火车是装得下吗？拉不动，拉不动。我懂了，那我们这边的话说了这么多，今天。就让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雄壮与威武。那个上一期我们就请了战魂，是的，战魂这种货色也敢上我们全明星之夜，所以说直接拉走，拉走，已经闭了5分钟了，现在过去看一下。对，这次呢，我们有一说也会更牛，也是我们全明星大圈一位非常实力强大的一位，这个哪方面的实力？反正各方面的实力哦，还能在选手。号称比战魂要高那么一点点，是吧？战魂让2个农民，哼，这次我们来的嘉宾让5个农民，真的假的？让5个农民，好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上来就让5个农民，上来就让5个农民、他的名字说出来真的怕吓死你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我叫李根。李根啊？对。吓死没有？美国总统的名字。是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的名真名真的真的叫李根吗？啊，对，真叫李根。是哪个李哪个根？这还有讲吗？是木字头的李根，就是树根的根。那真的是美国总统李根？对啊，是吗？啊，不，那个是李里外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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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是他兄弟嘛。啊，那主要是你们兄弟为什么姓不一样？主要是爸爸不一样。啊，其他的应该也有不一样的。反正这名字起的特别的威武。是的。我想问一下，李根你不举吗？什么叫举？就是。你知道吗？他的意思是，这
任何状态下都是。对啊，什么叫举？他在说什么叫举的意思，就是说他只有一种形态，一种形态有可能是一种形态，对，一种形态，对，是这样吗？这个不方便，我们换个话题，换个话题，换个好，我们就说他的名字就介绍过了，对，介绍他的 ID 好不好 ？ID 说出来，怕吓死你，是不是要更大？哎呀，更是不是大？这有什么吓人的？哎，我问你，为什么你的星际争霸的 ID 叫更大呢？我这是粉丝对我的爱称，其实、其实他们说我躺得比站得高，我想这些都是骗鬼的。躺着比站着，就比站着，就是一般人是这样的。对，一般人站着确实要比躺着高，然后但是他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对，就真的假的？不，你躺着高，明眼这里，明眼是骗鬼的，明眼是骗鬼。我就问你，这个 ID 是你的粉丝给你起的，还是你自己起的？我肯定是我粉丝给我起的，我自己哪会起这种 ID？ 那你自己叫什么？我自己没有就叫我自己的名字啊，叫名字是吧？对啊，那你看出来，那你应该说句，粉丝们比较了解你，肯定看到过某些。你到底对粉丝干了什么？这个我最烦拿粉丝说事的事情。是，真的没有，真的蛮好奇，平白无故粉丝干嘛给你取一个叫做更大？你要么爆个照片，要么有个真实行动。真没有，真没有，真的粉丝。粉丝可能感觉的吧？感觉，哇，这个绝对是、你感觉一下我。一点都感觉不出来，但是我感觉这个好烫好热，对，就突然感觉那种热气腾腾，对，我们的演播室啊太热了，太热了，到底你对我们做了什么啊？这个我不敢对你们做什么，阳气很旺，阳气很旺，今天觉得阳气很旺，你觉得我们会不会怀孕？这他烤一下就能怀孕，这个太可怕，我们这栋办公楼里面有好几百个人，你以后怎么负责？奶粉钱你付得起吗？我们要求不高，二楼一人一套房，好不好？就这样说定。那个，其实跟大家说一下，其实我们更大今年才大一，90后，看不出来吧？人家90后就已经成这样了，是吧？对，92年，92年。刚才我们你是92年的，对，92年8月的。哇，确实比我们年轻很多。你猜我多大？我看面相，仅仅看面相有感觉，就是说，就你觉得是几几年的？我觉得。84年，哎，你到底几年？不是你，那你觉得呢？84年，就84年的意思是比你大8岁。我觉得差不多了。你小孩子不会来到87年的。我在你这个时候的时候，一旦出去到社会上面，真的把自己姿态放低一点，好吗？娃娃哥，我觉得不是，啊不，小娃娃，哎，那个。我估计今年过年之后，你应该，我大胆预测，至少是93年的吧。太会说话了，没有没有，89年，比你大3岁。89年啊？对对对。那你太显老了。长得太开了，长得太开了。好、那个刚才我们问了那个嘉宾两个问题，一个名字，一个 ID。对。最后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。好，问吧。你的发型哪个地方理的？你就录9号吗？发型啊，我就在门口这个理发店里的。哇，这个发型有点像那个当年贝克汉姆的那个墨西干头啊。啊，那比那个差远了。这多少钱花的？15块钱。这个，我这个有那个理发卡。能不能用一些？能不能问一些稍微有深度一点的问题？好不好？我来。你用什么牌子刮胡刀啊？我好了，这我用忘了。哦，不过说实话，哦，超人，超人，这个牌子非常好，国际品牌。嗯，其实这个作为大一的更大，今天我们就大一的更大，大一更大，哎，这个名字非常的有不错，对，不错。嗯，从高中到大学，你觉得生活上有什么变化？没什么变化，没什么大变化，没什么。你是住校的是吗？不是，是走读的是吧？对，就是学校是在南京。家也在南京。对啊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玩星际争霸的？我应该小学开始玩的。小学就开始，小学几年级？那个时候你够得到这个桌子吗？小学我真正玩的时候应该是4、5年级吧，那时候有流行黑网吧，就是那种没有网的，没有网的，就有电脑房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打局域网了。对，打就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电脑房里面小狗炒飞龙的年代。那时候我打的时候是已经是1.08的啊，1.08，应该可能啊1.08的那时候。你一个小朋友怎么会开始打星际争霸？我一开始就是看我哥在那边玩，我有两个哥嘛，他们两个在那边
一打就一对一，然后我看了在后面，我觉得好奇，然后就开始慢慢自己摸索，一开始先看，后来就自己打电脑再开始，然后就到了个电脑房，对，连连机打，然后打了之后，突然发现，哎，这个小。小电脑房没人打得过我了，对，高手的成长路线都是这样。我一开始是被虐的，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开窍了，后来这些电脑房就感觉没有人打过我，然后之后再去网吧，网吧也打不过你，然后网吧以后去浩方那时候那时候我感觉灌浩方的人灌好强啊，都是职业选手啊，浩方都是职业选手，我就感觉太猛了我打法我都没见过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应对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之后你是怎么之后就开始。因为玩群殴嘛，把基本功练上来以后，然后开始玩一堆，然后那些套路、细节的方面操作，然后慢慢上来的嘛。这些你都是从哪里学的？就我自己学的。你自己从哪里学的？自己我就自己跟别人打。谁玩你不会说话吗？小朋友不会说话，真是不会说话。你应该说，我从真正成长的那个时候，从三个字母开始的。从三个字母，我们都在画了啊。三个字母，就是你要这样想，你总会在网上看东西吧，对吧？学吧。你总要看别人高手的对抗啊，对呀、啊、那去哪里看高手的对抗呢？你看听谁跟你讲这些战术呢？对呀、啊、是谁给你吃鸡、是谁给你穿的小花袄？谁给你煮的韭菜馅饺子啊？嗯，好吃啊。哎呀，这嘉宾待会嘉宾费绝对扣得他，扣一半累，不会说话，我就不信、你就没看过 PU 的视频。我看过，我看 PU 视频长大的。好，上路子嘉宾费加倍，好吧，加倍涨回去，这个是实话，这个是实话，是吧？不是我们忽悠你，对，绝对不是啊，那再说句实话，你现在星际实力达到多少？十八级，哎，我们上一次的嘉宾不是打十九级的，让两个龙，让两个龙，对啊，你十八级行不行？十八保守的，我就问你，你大，我就是真，不要谦虚，真正的十八级，就是没有水分的十八级啊，你就是哦，他意思是战魂是有水分的啊，我觉得什么演员，不是，我觉得 VS 有一些所谓的十八级都真的太菜了，我觉得他们不会打星际。那今天你要给我们教我们打星际好不好？对，今天我教大家打，教怎么造农民，怎么 A 的啊，怎么 A 别人。那个话不多说，是吧？这个哎，这是什么？跟大家演示，这个被你发现了，这是什么？我刚才看了很久了。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奖励哦。我们知道，因为晚上没吃饱，对，这边已经跟大家想不想吃？这个，你这哎，我说起这个，你觉得这个大还是你的大？这个放个话题，换个话题，好。那你觉得这个大还是你的大？你这个能跟我的比吗？啊，不是配套啊，刚刚好啊，是吗？你是这个 size 的吗？我们换那个，今天如果你赢的话，你可以咬一口。这咬一口。如果输掉呢？塞进去吗？输掉就不给吃啊！哦、今天晚上就没得吃啊！那我今天结账还是？我赢的话一起给我算了。不赢的话你只能咬一口，然后今天看你能，赢一口就没有了。是啊，一口。那你一口就没有了，去也行，可以。两口，三口。三口估计还挺好的。那这样吧，如果那这样赢两局咬一口，然后一共是那个五口。五口太多了。你是指五口太多了，还是指十局太多了？都多。我们先打出来看看，好吧？行，看你状态怎么样。是的。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进入战网吧，看看今天这个平台上面有哪些啊菜鸟要被我们的根大教育的。是的，我们看到这边有十四级、一级各种级。好，根大。挑几个、啊？我看 VS All No 啊。哦 ，All No 啊！哇、啊，有这么像这个人？我十九级，我这里行不行？不行的话我们就去了。哎，十九级我觉得还是太那什么了，我们应该从十四级打。哎，没关系，要把我左右左右队吧。你是本来是什么东西？我本来玩 P 的，随机打中，随机打中菜鸟，随机让三个让选出队伍，让三个，这样会让两个，你一定要让三个。我可以让四个吗？可以，你要能让五个，我就佩服你了。能不能开够不够？看能开不开？送 ，Go。啊，有十七级的不打，你是十五级是吧？我十五级，人家十九级凭什么给你十五级打？那你还有个队友在里面吗？嗯。这个人他，你这样会被人误认为我们又找的是托了。不，他不知道是我，不知道是我，他可能以为是那个本人嘛。哦，这是你们战队里面的号是吧？你今天用的是马甲是吧？我用的是马甲。哎，让四个。
四个让四啊？这说让就让啊，这对方十九级啊，十九去焊别人啊，啊？那这些农民打算干什么？Are you kidding？去跟别人对焊吗？太下作了，我觉得。人实在是太，我不能忍，我不知道对面这个十九级的人什么脾气。不是，人族农民很强大的，好不好？是吧？我们请了那么多嘉宾啊，包括什么啊，世界罗鞋 F 九要来了，也不敢这么嚣张。是的，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大一年的根大真的是非常的强大。什么情况？又骗我槽啊！打十九级吗？随便一点啊。这太棒了。运气，就是你其实他的战术是这样的，如果第一波探路就探到了对方的话，我四个农民还能有点用，对，如果第一波探不到的话，最后一点探到那，哇，那他真的五点，他告诉你是五点了，好，他叫 OBB 弟子五点快去，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最后是一点，我声明一下，就 OB 不是我请来的机器，我真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，四农民，没什么看的，人家已经要退出游戏了，你能不能来点心意啊？观众都不买单了怎么办？农民到他家不就有心意的吗？结果他在一点，啊，再来，真的，哎，这个欧比还是个好人。我发现我们的导播是神主。真的能赢？我靠，他怎么拖所有？这他为什么那么虚啊？他以为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战术？啊，焊两个农民算你赢。哎呀，我靠！什么战术？人家怒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你还成功影响了对方。哎呀，我骚扰别人的经济了。这好像你伤自己的经济比伤对面的要多一点。你对呀、啊，我觉得我、哎、农民互修。哎呀，我靠！他经济，农民互修。好，这样的话，现在终于跟大家成了一个正常的开局。下面四个农民呢，正在进行。哎呀，又死一个！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他现在是对面觉得他可能是后面的 BB， 后面的什么双 BB、单 BB 之类的。啊，给对手一个假象嘛。你这病都好了，假你妹啊假！他才好一个病，你慌什么？这你要能赢？他还没烫到我家再来。因为你要是能赢，我就把娃娃衣柜的工具给你。这。哇，你说的，我说的，这有点难过。那个，我工资可是翻了好几倍的了。是，反正翻了好几倍啊。那也给我们更大。好的，只要你这局能赢。好，叉子来了，你怎么办？哎呀，我靠，来我家了吗？没来你家。那怕什么？那怕什么？他没来我家。这真的能赢吗？这个人心态真是好啊。啊，终于翻了。哎呀！哎，这东西太不听话了。好了 ，F 四只剩下言承旭一个人了，你怎么办？一个嘛，一个就慢慢跟他溜。你要死了！一二三。哎呀，哇，秀操作，我靠，不能惹啊！这完了，完了！你看人家操作多好，农民追农民都能把你追死，现在一个人老头抓你怎么办？我要机器吧？人家说机器吧，根大机器了。你打一个字，说我是根大。啊，这不能打。不是啊，人家现在一个人头过来，你怎么办？是啊，怎么办？农民啊！人家两个叉子来，你怎么办？那我拖住所有农民啊！我现在才发知道，你知道他为什么更大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气泡水声。哎呀，这人太……因为他上面的头的脑细胞都放到下面去了，所以更大。你觉得这个让四个农民打成这样？你看我现在开局优势很大，是吗？你是用哪一个跟想的这个问题？哪个投降的关系？对的，关键是哪个投降，把根留住啊，跟他。你看他叉子还没过来，你看到吗？他现在有点哎来了哎哎哎呀哎呀，话音刚落，插兵啊！除非我刷屏，他说除非我是作弊的，作弊的，哼，我们就刷给你看。来的叉子，哎，他叉子呢？他肯定要玩你。这么大的优势开局，肯定要随便搞你。我不能忍啊！我靠。放个地堡，你等我一个枪兵过来，我就把他们赶走。你一个枪兵一个农民能赶走两个叉子？他有操作，什么叫操作？你懂吗？好看我们跟大家操作。哦，现在二打二啊，军事啊，你看我们还远程攻击，明显我们有优势。这个军事就相当于，哎，算了，不说。哎呀
哎呀，你跑了，你跑了，世界杯亚大一的，先起主力。你看我没有这样说，我们造个速度比对方快，我们有优势啊。然后你看再看的时候，那边有三个叉子，哎，好像没有。人家造叉子速度慢。夏天没穿上。哎呀！好，现在肯定用箭头学。你看这个基地和兵营中间可以穿。他已经慌了，根大已经慌了，操作乱了。你看又来了。根大，娃娃一个月工资真的很高的。翻了四倍。哎，我要拼了。就看你啊，可以透露一下吗？翻了四倍啊！真的，只要你赢这局，翻了四倍。我觉得你在上海买两套房子是绝对够了。我靠，别墅区，别墅是吧？不至于吧？翻了四倍，开玩笑！哎呀，我靠，没关系，二打二，本来三打二是优势。哎呀，要死了一个，这。啊，死一个还能接受，还能接受。他三个枪兵陆续倒在了这两个叉子的这个大根之下。你看他在，我有建筑学，有建筑学。他在前线操作时候还能后期运营，你在双基地开局啊。我敢拿出现在神柱没有两个基地。我靠，这神柱在玩我是不是？这废话，肯定在玩你。四个人都看出来了，你以为呢？好。啊，终于有四个枪兵打不打得过？哎，打不过，打得过，蛮血的。我觉得现在神族家里面肯定在做一些坏事情，等一下什么 spot 这种东西。我靠，他要跟我打 TVT 不会吧？有可能。因为这几个操作不是、啊。有可能要和你打 TVT， 等一下你会发现红球来。哎呦！你这操作真不能夸奖啊！对呀、啊，好，再来一个，嗯，再恢复一下。哎，我们在边上指点你星际争霸，你会对你有影响吗？啊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觉得对我应该有帮助，有帮助啊、哦！那我们就多指点你几下。我 VS 三级对你有帮助啊！我真是太优秀了！哎呦，龙骑士！哎呀，哇、哦！这下真正的爸爸来了！我这把打毛，我靠！那只能守路口了。对呀、啊，基地放下去，箭就学。我再多得两个枪兵，因为得两个枪兵，你觉得出奇了吧？你对于枪兵的信赖真的是，我这局其实是跟大运气，因为第一点没看到对方，如果看到对方，早就把对方 A 死了。我觉得我看到对方，对方就 GG 了，好吗？就是。啊！我祝你保住了我一个月的工资。下回不会选择两人图吗？是呀、啊。哦，人家见了，他进去了。现在都流行斗魂嘛，我就表演一下斗魂。我还真不行。老板，你是不是心甘情愿呢？想把一个月工资做赌注？来啊，对吧？翻了好几倍，怕什么？下个月就回来了。就如果你赢的话，我们就把这根更大奖励给我吗？大的赌了，赌了是吧？就这样定了。Nice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基地是飞不下去。我现在怎么办？我射身好了。我靠，这玩毛啊！是好的，人家龙骑在秀你操作，告诉你现在你的基地应该飞到左上角去。啊，对，偷矿啊，对呀、啊，哎呀，不早点说嘛！指点你星际争霸是有用的吧？是的，偷矿，你一个是三级的，你还能指点一个十九级的？三级只是从操作上来讲，但是我的战术和意识上，哎，对不对？偷矿 ，VS 平台的等级已经无法囊括咱们的战术了。我还可以再开一矿。你看，我们三个基地了，开玩笑。守着，你冲啊！守着就是优势啊！就是啊，我觉得你不要出去，你始终是优势。不是的，因为看到了你就有没有信心了。就好像我和任何人打都是五五开，因为没有打过都是五五开。节奏算什么？五五开。杰栋会打星际吗？他没跟我打过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就没打过，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打？对啊，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、啊？我怎么知道他什么 OS 打的是不是演员？对啊，明显教主是他的托啊。是。哎，那为什么托是他哪个代表？感觉平分流啊。啊、哦。韩国是潜规则。他们一伙的。都是一伙。这个人明显不是和一伙的呀。等一下，我觉得非常奇葩的东西要来了。哦，他是被他拖出来了，你看这个。我跟现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干什么的。你最好不要知道，知道的反而更伤心。你先当冲出去，我等我坦克支架好了再出去。你要不拖个一货农民 A 出去，你肯定赢了。我 A 他家矿，好矿偷出来，一切都好说。对啊，我出去就是锁，我一出去就是三矿成型了。这个你说真的也是啊，真的，他出去之后直接就三矿成型了，因为农民也造不都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是的，农民直接拉去就行了。我是第一没笑。是什么？好像不是。哎，人口我们几几年？嗯。好，
马上瞬间三块板幅的运作。哎呀，他都不行不行，飞是飞不出去的。好，坦克，我有坦克支架嘛。好的，三辆坦克出去搞笑了，他三个龙骑。就是啊，他怎么还不打鸡鸡啊？我坦克不下他都打不过。告诉你，他不打鸡鸡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你刚开二矿，其实三矿已经在运营了，你不懂明显吧？没有，有的是，有的是，有的是，到处都是农民。我现在多了就是农民啊！哦，瞬间满腹的三矿运作了。好的，又是打回来了。但是不好的消息是，我的一位工具好像没了。没有，还没到。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。哎呦。你真的下决定要去看吗？不要这样，你会伤心的。我先到个旅馆。来，干什么？哎，有人来。哎呀，才不用去死，不用怕，又不是红蛇。我用病。哎呦，这可是人族高手的一个技巧。这个是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呦，优秀！哎呀，金甲虫。对，还有金甲虫。哇，这人妈太卑鄙了，这么大优势出金甲虫。那应该是。哎，卡住了。这些哎，太好了！这些本来就矿农命啊。是的，这个就是金甲虫。我这有操作了好吗？我觉得金甲虫是在自己的子弹操作了。我一直觉得金甲虫这个东西，你要花钱然后买这么低智商的子弹，我觉得有点冤啊。刚才就是对方操作了，所以没打出来。要是不操作，咋就打死你？不打。我现在觉得优势很大，他居然没开四矿，说不定开在你不知道的位置。他是不是在小玩一点？哎，应该三矿，三矿打三矿，军事啊，对不对？三矿打三矿，人族优势好吗？啊，是的。然后你过去一看，发现其实那只是个矿，水晶已经采完了。我你是攻防啊，为所留啊，为所留啊，一波我要干。你想到人家四个农民被人干到现在，先自己砍一只手，然后说来，老子要干你，加油！而且老子两只手掐我，我靠，钱真多，我花不掉了，哎呀，优势感太足了！哎呀，他，哎呀，我靠，这十九级会打金珠吗？逼了半天才这么点金珠啊？不是啊，这个十九级到底在干嘛呀？他肯定在弄红旗。你看啊，空投了一个金甲虫死了，追了一波龙骑死了，然后这他现在到底在干嘛？他想干什么？我现在知道了，对方在干嘛？哦，对方那边也在弄全民攻击。他不是我操！不会，我们要好好玩他，要好好玩他。然后那边心里想的是，看一看这个菜名偷矿了，哎，我其实我知道。这，我要赌吧，赌吧。不用赌啊，他根本就没发现，好吗？真的，你造个雷达看一下对面家里面什么情况。我这个建筑还没造。啊，造了，哎，他造了呀，造了呀，造了，你烧了一夜升空房。哎，农民，哎，没造啊，没造。我怎么记得他造了？对，刚刚是在这个，他被他，你看又被他点掉了，你又没造。哎呀，怎么回？我记得我点了一下的。完了，紧张了，人一紧张就完。你雷达还是没造？没呀，我 B A 都没造呢。为什么不造？哎呀，我发现了，我靠，他怎么发现的？对方开图发现的。我靠，开图，我打毛啊他！一般的人肯定是作弊了。一般的人绝对没这种意识的。是的，这意识太哇提速提速了，真的是来玩鱼。提速，你所有坦克都。收起来吗？对啊，你所有坦克收起来。农民，当心！哎，我他妈，我去干他！好虚，我不能忍。啊，一波了！这行不行？大哥，坦克没架。这品位，我感觉好像挂了吧？我觉得另外还要，这个旁边还有两个 OG 的，他们没看到现在也不容易。哎，我看一眼。哎，还有一矿在运作。哎，金甲虫他起步骚扰对我。这也能出去？可以 A 了这一波。我觉得我们优势很大了。这也行。快 A， 坦克数量很足够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多少人口？啊？现在93人。93人口，快三位数。关键我们93人口是全部都是战斗力好吗？农民全都框出去了。而且我们那么多重工厂，竟然还有余钱，每个重工厂造兵。前面。哎，我赢了，你敢信吗？关键他有金甲虫，关键。我操！我操！小姐，我们要不回？
回去吧，回去吧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怕被山上更大，把根留住了。我要把这矿打掉，我要。哎呀，闪电兵怎么办？根都没了呀，根没了呀。哎呀，我靠！哎，我没有灵，靠！没神啊，他现在没神，难怪你无限那么多。你要这波有雷的话，哎呀，过去操作那个雷了。亮亮赶到中间的坦克，突然发现两个正在变成白球。有智慧吗？我觉得我们优势很大，开玩笑，三块买副运作好吗？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打赢了，站到他脸上，不是你，哎，是你。我觉得更大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幸福的，做了刘一仙日后好相见。哇，有实力你也可以好吗？借的，绝对是长得戳我。我都不认识他，怎么可能？下一盘我来。哎呦，人家十就十七级那个，忍不下去了。你能赢？好、哦，差的来了。他真的没雷啊？有雷的话真的赢。没雷也赢好吗？又开了个基地，有就是有钱。不，我要开矿。开矿？人家只是开矿。这神符沉住了冰了。哦，再来三矿。哎换家了，换家了，完了！我给我换家，我哦、啊啊，有雷打，没雷打，你还没走，你还没走，你站了三次了，哥哥。哎，我没对空一个阿兵神经怎么办？啊，对，隐形单位人家是没雷打，根大的根没有留住，太卑鄙了。但是我的工资留住了，这感谢陈总给我翻了几倍的工资。对，根大，你在我们心目当中虽然。不像那么雄伟，对吧？但是还是给我们小小震撼一下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打，关键是不出雷达，打那些十九级，哎，我出雷达就赢了，对吧？有雷达，那个阿兵就不会，对呀、啊，就没用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而且换句话说，他正面兵本来就不多，对，你不是你，如果升级完地雷，地雷可以反应啊，对，对吧？也对，要可以了。我有地雷的话，他兵都不可能去打我三矿。没错，他绕路的，哎，不，他三打你三矿的雷达是在他的三矿里面造出来，然后直接奔你三矿，不算。哦，还原来这个回事，我说他正面兵能那么少呢？嗯，他兵都在三矿，差一点赢了，差一点。哎，我继续用，继续表演。你还不服气吗？好的，我肯定要展示一下我 TVP 啊！还是十七级吗？不是，是十七级的，十九级。刚才十九级，十九级那个是 OB 了，他现在是打十七级的。这个东西你不算吗？不要了吗？让是。你别卡住啊！就是啊，快点！让就让的，差点翻盘。我觉得这期节目播出之后，这就是我们的常规战术了。对了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有它是五级的，刚才说话了，你差点翻盘的是五级的，我是三级的。我们之间的战术理解应该是差不多的，差不多的。嗯，我觉得也差点翻盘，你觉得呢？我刚才绝对都要赢了。嗯，就是说啊，根大是这样理解，三级的理解是劣势，差点翻盘。嗯、根大的理解是根之优势啊，差点赢了，不点翻盘。这就是超过十九级的理解，知道吧？说明咱们级别还没到。完全不是一个 level。哎，又没事。哎，这把运气真差，我操！运气就差了点。根大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，他面对这种差运气的时候，强都一臂啊！哎，南，你是南京人吗？我不是南京人。南京话怎么说 ？Depth，depth， 强的一臂是这么说，形容一个人非常强。对，南京话怎么说？根大不愿意了，强的一臂，强的一臂，用南京话说，不要用普通话呀。南京话怎么说？强的一逼、啊、不是啊，这是普通话、啊哎、我讲普通话讲多了，南京话也不会讲啊。这居然是一个不会讲南京话的南京人，你敢信吗？关键点在于你的普通话也不标准啊。是南京话跟普通话这么大的秘密，不是啊，跟上一局我觉得差不多。 我第二点探到了，比刚才优势大、啊、你刚才是第二点探到的呀。我刚才是有人告诉你是啊，对对对，折返回去就是第二点、啊、但现在来讲的话是一样的呀，就稍微早了五秒。你觉得五秒钟能给你带来什么？五秒对你来说够用了、我焊死他一个农民、我们优势很大。穿矿，你刚才其实可以穿矿一下。是的，穿什么矿啊，我靠，正面 ace 他，这对十七级的太不公平了。哎，说实话，真的全凭职业下班的嘉宾多了、真的从来没见过、让四个农民还能赢的。哎呀，是的，穿矿，你缺两个了，你要不休一休吧？对啊，休一休啊，
一点钱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修了不要钱嘛，我还要等到钱到农民呢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家里确实比较穷。就这个农民是不具备劳动力的，嗯、对，这个农民你把他们病治好了也没有用。这个农民就是过来干啥采矿的，好吧？嗯，你看我两个，他拖三个，我现在明显赚了，好不好？优势很大，是吧？但是你死了两个呀。我死，我死了死他一个，你还死他一个。他一开始，那现在的话，你们两边的开局是一模一样的。一模一样的。哎呀，这个理解真是太优秀了。真的，这期节目放出之后，以后 TVP 就是常规战术。对，四农民 rush，、嗯、四农民干扰采矿，而且嘴里一定要说。我们优势很大，对啊，你看我一开始四个农民到他家，他拉出所有农民来了。嗯。你说优势大不大？太大，四个农民换掉所有农民。现在人家兵营好了，吃官也好了，你妈还在造第一个房子，你怎么办？哎呀哎呀，给他反应过来了。哎呦，卡了！哎呀，死一个！你切回到家里面，穿矿呀，真是的。你需要我们三级选手可以教你这个小技巧吧？哎，打实际的不用穿矿啊。哎呀，他也想秀操作吗？哎，刚才洗手机的操作很漂亮。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。那你这个农民打算绕到什么时候呢？这样，这个农民绕到十分钟算你赢。对，我拿回家了。我绕到他龙骑出来。啊，我觉得他龙骑马上就出来了。是啊，你说他没造叉子，我是不是可以裸穿？他龙骑是要出来，你怎么裸穿吧？龙骑出来，我拿农民跟他焊啊。让四个农民说，我是不是可以裸穿？农民，哎，我靠，堵起来了，我靠。这就是关门打更大了，这人吧太下流了，赶紧造兵营吧。对啊，真的裸穿吗？他又没踏到我家，又没出叉子，我干什么不裸、啊？我突然发现，我打的星际争霸十年左右了，确实理解不是一个游戏，理解不如一位大一学生。龙哥，哎，我还没造下去过。你刚刚，但是这个人经常会取消自己正在建造的建筑。刚才十五分钟没有雷达的人族实在是太奇葩了。我记得我按下去，我可能哎，这你看，你是不是键盘问题？你看又没造好。不是，你们 shift 吧？就 shift 了，我按错了吧？你按的是 table 哥哥。我操，怎么造不下去了？他每次上一局那个三次造那个雷达，就是因为按 shift。把这两个键抠了，真的。算了，我不用 shift 了，我不用 shift， 我让一点，打实习级的。他现在已经让了两点了，一个是让农民，一个是不用 shift， 不用 shift。你看我二次侦查，我看他在干什么。好，还要探路。我觉得你这个时候这个农民在出去探路是正常的节奏。肯定要探啊。如果现在是那个前两分钟的话，这个农民出去是正常节奏。别人好歹也实习级啊。这跟你刚才说的话不太一样吗？你怎么也要尊重你，别你也知道尊重两个字。这不过对方还不过来，他也在玩你吧？他干什么？他不探路的，我靠！这个说不定人家看了左右两点，然后发现啊、哦，你就在那个点，算了，让了四个农民也没什么话的。我靠，不会他满片矿 SM？ 哎，我 VF 又没造下去。哎呀，不要用 shift 了吗？哦，不用，我坚决不用。你看，你小拇指就放在 table 上面 ，shift 都在下面。不用了。龙哥、啊、有个问题啊、嗯，他那个不是 table， 那个是切换大小写的键。啊， table 下面的键。如果按照 table 的话，那我真的觉得跟大对于键盘的理解稍微有点弱。好，来了，双兵。他在干什么？我干嘛？他在出影的感觉。喂，我觉得双兵龙骑。哇，这怎么防？UCVT， 这个就是跟打 TVT 了呀。哎呀，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我感觉他引刀都要过来了。出雷达 BE 呀、啊，赶紧的 ！BE 我再造了，估计来不及了。哎，我卡人，你也不展示了。我觉得这个人如果用引刀的话，跟他这一把应该是你。你已经让四个农民了，他还用引刀这种战术，有点太过分了。你如果能守住的话，我觉得就赢了。我觉得守住就赢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都已经过来，我拍你。哎呀，不能忍，人家也怒了，好吗？哎呀，不是你这什么情况？你不用过去吧？你过去干嘛？哎，来人！哦，对方 A 过来。你的地堡呢？啊，地堡就没了？你也不修？修什么了？我要拍他基地。我现在终于知道，我不能忍，我靠，我又要拍他基地，真不能忍，我要把基地飞到他家采矿。
你再输要受惩罚了。对啊，我们要受惩罚了，再输就不能吃这个香肠了，要塞进去。我们还得再想点其他惩罚。哎，拍了个基地，赞。输两局了怎么办？不让农民，不让农民，我好好打了，好好打。好啊、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你还嚣张吗？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实力还没有达到让四个农民的地步？可以让一个吧。想了一下，让一个，让一个，让一个。你确定吗？一个人如果再输怎么办？一个人说不打心是吧？不行，不打心计对于观众来说没什么喜剧效果。不，你听我说，如果你这局让一个农民再输的话，你得表演个节目。嗯，什么节目？胸口碎大石。我也不是春哥。春哥什么是胸口碎大石？春哥为什么能胸口碎大石、啊、就因为他平坦吗？春哥那是有凹有凸的时候才容易碎、啊、你会唱歌吗？我会啊，但是唱得很烂啊。好、啊、就唱歌了好吧。如果你这句再说就唱什么，然后你选，我们后面会给你放背景音乐、那我不让你，不让你说好你更大不大，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啊。对啊，好，让 PVP 让一个农民，让一个用主族了，用主族了，这次认真了。好，那我们进入，但这个是十九级的吧、哦、这个是最强的吗？对、啊、对，就刚才那个十九级的，用种族的，让一个农民，让一个输了唱歌啊。好、哦、输了唱歌，那赢了怎么办？赢了给你吃香肠啊。别打，突然发现这是一桩不论怎么样都不赚的买卖。有的香肠吃有什么不好？我一直想吃。哇，什么牌子的香肠？只不过这根香肠太大了，不适合我的嘴。龙哥口味还是蛮有乐趣的。一看就和迈克杰克逊一样。开玩笑，我们可是都是靠嘴吃饭的人。嗯，哎，这边这你这个农民不算让啊，你这个算探路啊。我到时候让他焊掉吗？我让他加一点分吗？加点分，再不加经验值，又不加钱，人家会升级的是吧？哎，啊，对，这次唱对了。这次如果你用人族让四个农民就赢了，他水晶啊，才放，我以为他在中间造。废话，你上去就第一个农民就探路，第一点探到当然是刚放水晶了，跟你的八农民九农民是不一样的。我也刚放啊，我觉得你优势很大，我不亏啊，相当不亏啊。汉坦，我一直在汉。打爆农民啊！打爆基地算你赢！我靠！哎呀，太嚣张了，这个人！我妈拖了所有农民过去干他了！不要冲动，跟他不要冲动！打掉基地算我赢，你没看到吗？这是一种挑衅啊！跟他你觉得你能忍吗？不能上当，好不好？不能上当！你输了，你这次你要真的唱歌。对，你踩他过来喊我！我靠，很明显没有诚意啊！说了大话又过来喊我。你说你叉子过来打我吗？我就忍了。你农民过来，我靠！你也干他农民啊？别拍，拍他水晶嘛，分他水晶是吧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对啊。但是这就不算让了，我感觉。算了，这属于侮辱啊！我就怕你放不上。哎，怎么可能放不上呢？哎，卡住了吗？好像这个水晶放了没什么意义。卡了两个。有两个。可以，再放一个。再放一个，等我有钱才能放的。我又不是 ATM。我觉得跟大输了两盘之后，现在开始认真。哎呦，差一点！哎呀，人分！哎，我优势太大了，我靠！你这个没放对吧？放对了。这也行啊？这好算好的好吗？我觉得再拍下一个，下面还能再拍一个。我没钱了，没钱了、啊！我家里面要发展一会儿了。被你取消掉拍水晶啊！我被你取消，他妈过来侦查了我怎么办？我再放一个，我觉得这三个水晶绝对有气势啊！哎呀，他一点！快点！哎呀！好急！哎呀，他过来进不去！哎呦，哎，我靠，没实力，敢信吗？貌似再去拍一个！哎呀，被打掉了！哎，好，再拍一个！别急！拍三个，在我心目当中就是1.95米了！别急！是躺着还是站着？躺着！我家里面卡人了。哦，家里面没水晶，水晶被打爆了。那算了。人家两个叉子了，你也封，再封一个，不用了，意思。这是我要是十九级，绝对不能忍的。先拍个基地过来。人家十九级平时在别的平台上也是横着走的呀，是呼风唤雨的人啊，就被你这样玩，这让我想起了上一期战魂找的那个十九级，那个人后来还在评论上发帖，你看到了。
他说那个人是我，但是我不会退出星际争霸圈。所以战魂自己就很火。嗯、这大蜂蜜，来下一个。哎呀，赚大了！好赚，优势很大嘛，优势很大。哎，又杀一个，跟大优势很大，哎、跟大二十蜂蜜都没死，而且跟大打出了鸡鸡。好，杀三十蜂蜜是吧？赚了，直接大。你看我差点还能拖延他差的时间。哎，你要这样一看。稍微还有点优势吧、哎、我又来个差距，看到没有啊？我说实话，跟大你看他双线操作啊，确实不错，嗯，切屏啊非常顺，对，看上去很舒服，嗯，不像有些人看上去看一会儿你就要吐了。不是 friend， 嗯，是的， friend 我就不谈了好吗？ friend 他会玩星际吗？哎， friend 很嚣张的跟我那天跟我说，你玩过星际吗？我说玩的很少，大概就打了几十发，然后 VS 就三级，也没有研究过。嗯，然后你说我要和你打星际，他就这点，我让你两个农民、嗯，然后呢被你干死了。然后还没和他打，龙哥你觉得我应该上吗？绝对上啊！好 ，friend 就属于那 friend 是什么？他是最最标准的名气大于实力的人。friend 凡是打掉名气大于实力的人，绝对赚的。哎，有道理，是吧？输了我也不亏，对呀、啊，赢了我就可以跳他了。就是 ，friend 就跟电脑差不多。那我有信心了，不，应该电脑应该比 Fred 强一点。哎，他这个建筑是兵营吗？这派个农民再去看一下。就是，真是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农民多。这，哦，人家拔猫了。拔猫了。哎，我用农骑过去看一下。不过现在的话，对面现在心里面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这个刚才是让四个农民，现在是让一个农民。哎呦，好多叉子，操作三把赛。哎呦 A 不出来。哎，可以打两个叉子一个龙骑，当然是可以干他了，行不行啊？跟大我等后面龙骑出来再一起干他。求稳，这一把输了要唱歌了，一定要求稳。对啊，我喜欢以少胜多。以少胜多啊，以多胜少。哎，我靠！人家也喜欢你多胜少啊！哎，但是如果把龙骑点掉的话，哎呦，人家操作很好。哎呦，行不行啊，根大？根大的操作，十九级的，那么认真做什么？这，这是哎，打赢了，好像打赢了。操作偶尔会有一点失误，偶尔吧。每次操作总有指示。好，现在的龙骑数量很多，我看五个龙骑。这你就一个龙骑防这三个叉子吗？啊，不是，都来了。后面还有我兄弟呢。他堵住路口，别让他上去。哎，打死了。不是，让他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然后，其实你不知道的是，你家里现在停着一个欧币。然后我在开矿。你是先放下米亚，然后跟他说，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在干嘛。我觉得他知不知道都无所谓的。我觉得你这波过去就赢了。是啊，这一波过去靠你的操作完虐十九级选手。对啊，好，你现在几个攻击战？五个是吧？看你能赚多少。五个，我觉得好，一个农民，农民看五个龙骑能赚多少。他两个龙骑，他打毛啊！他敢开二矿，我靠！真他妈不把我放后面还有，兄弟还后面，我还以为是我后续了，我靠！你的后事、哦、你也要、啊、来反包，这真的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黄雀上面还有老鹰，老鹰下面还有个猎人，猎人后面还有他老婆，对，他老婆后面还有还有另外一个男人，另外那个男人后面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他干爹。现在 VR 好了，你想干什么跟他？到金甲虫干他。金甲虫确实是 PVP 当中的利器。是的。待会看你那个空投骚扰，金甲不用骚扰，直接跟他刚正面。你金甲虫爬过去吗？像战魂一样是吧？战魂那个金甲。早说我照他脸上了 VR。好。哎。哎，他怎么那么多？人家状态也比你好啊，这个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打了。而且人家二矿运作那么长时间，人家二矿好了，农民都没拉过。对呀、啊，我突然发现你劣势很大。二矿打二矿，好军事好吗？啊，又成了军事。对，我回去发展一会儿。怂了？怂了。你不是你有操作吗？对啊，跟他干。干了吗？十五七四
气势，气势很强，气势很强啊，就夸你的是吧？啊，我这都被他看出来了，我以后要怎么混啊？你看你隐藏了很深，我靠，我这准备退出江湖了。打不过我的那个十七级说打不过他的怎么办？跟他谁说的？十七级的那个十七级的，你让上来 up 啊？你确定吗？看我把他十给打出来啊！不要打出十，影响节目效果。把他翔给打出来，嗯，这样听起来好多了。好，这样说再造了。那你现在要开三矿吗？必须，我先做个预警。还要做预警？好看这个金甲能赚到多少？正面吸引他。我觉得你今天的操作未必。带龙去试嘛，做个吸引火力。两个叉子也可以嘛？对呀、啊，两个叉子。对吧？我不是在带吗？嗯、就是运输机里放一个呀。对呀、啊。要不然你这个剑虫一放下来就被人家弄死了。我先正面吸引他一下，他以为我要去干他。这个是佯攻正面。我觉得他开三矿，你信不信？我觉得三矿已经运营了，和他二矿的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信不信？嗯。好，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一炮。两炮。完了！哎呀，三炮附体啊！三炮附体，赶紧把我给你放一个。这，你看一下他三矿，我真估计他十二点钟开三矿，派一个兵，对，派一个残血的吧。好，我们也开三矿。哎，一直点不上，我觉得你今天操作是有问题啊。是的，为什么呢？你起不上，你还自己的呀。我们演播棚太冷了吗？我热，太热了。人家阳气很足的啊。对，我这边都。这个热的风啊扑面而来，都是从下面从地底而来啊、嗯、平时跟那把它插在地底通电强健地球吗？是的。哎，这好像没三矿啊，跟大家现在觉得自己就是很大、啊、我没有是很大，我没有开三矿了，开玩笑。偷矿的吗？哎、有预警，有防守，有防守，有防守，稳一点，稳一点。运输机提速度吧，好像没有，不用提速度。你这很难找切入点的、啊。哎，来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。死了！完了！好运输机吧。哎呀，算了，我靠、好像打出一炮，打的核心部位，我靠，农民是吧？对啊。哇，好像打了一炮的农民。是的。哎，我觉得我要赢了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你，如果对面没偷炮，你现在觉得你赢了吗？稳一下，稳一下，听到没有？稳一下。活着就是优势。跟在你的三矿呢？说好了三矿呢？不，现在不能造三，现在造三矿，他两矿，他挡不住对方，对方已经进攻了。对方，那你觉得他现在挡得住吗？不一定挡得住啊！你有运输机吧？我可以包下。他没运输机，运输机包什么包啊？人家，哎，这一波看一下包一下怎么样？要有运输机，他为什么比你强多了呀？这边速度，哇，被两个金甲虫干死了。这完了完了，被包过来了。哎，这两个金甲。哎呦，好厉害！哦，哎，点运输机，他操作不错。哇，龙骑士全部死光了。啊，运输机点掉了，哥大。但是，几个兵啊？六个兵。那么再放一炮。哦，好了，这一炮放得漂亮。哎呦，接漂亮！又一个箭从手下来了，你敢信吗？啊，你敢信吗？对方是两矿所有部队啊。是啊。哎呦，我们看三矿，我们优势太大了。手下来了，顺势三矿嘛，有的商量吗？他两个箭从好像也挂了，也挂了，对，哇。这操作，尽管这个龙骑士自己死光了，不过我龙骑士点啥？以少打多好吗？打赢了，守住了就是优势。现在农民数量绝对完爆对方。是啊，而且还有三矿，三矿你有吗？你现在可以打一行字了，因为刚刚那个十七级说什么？对方说他打不过我，十九级说打爆基地算你赢。十七级，你会打十七？太尴尬，不能忍，不会吗？不会吗？你跟他说、啊、不会。我先解决一下正面的，待会再收拾一些。等一下，跟他们说十九、十七来一 v 二。我一 v 二来嘛，太嚣张了。你需要我让你几个弄的？来横子。你觉得让几个农民，你有机会赢？你觉得让几个农民比较适合？对，你来呀！哎，谢谢正面！哎呀，解说没有？可以回去了，可以回去了啊！可以回去，可以打字了呀！
你现在的战略任务是打字，不是要去赢、啊。你觉得？嗯，我让几个就农民，你能赢？让你几个农民？你有机会赢。我只会 PVT。你跟他说就 PVT。前面打了，快点死，要死完了。哎，可以，兵力可以。哎呦，正好啊。嗯。哎呦，金甲车就在附近，刚刚没发现。哎，完了，点了将吗？哦，好了好了，运输机点到了，将头也点到了。优势太大了，随意一点啊。他只有两矿啊。对啊。好 ，A 过去了。好、补叉子了，好的。我觉得跟大打顺水战的时候非常轻松。是的，还可以一边打字一边打。其实刚才我打字我故意的，我是准备包掉他。哎呦呦，叉子数量比对方多太多了呀！对方也没金甲虫，这对方金甲虫刚比我强点掉的。我可以拍他经济啊！好好，也许拍，绝对要拍。对他啊，刚才。哦，刚才是十七级拍的，你给他拍十七级。那十九级你就不拍了吗？做人不能这样，一样拍。对，我们要一视同仁，对不对？对，一视同仁，要不然的话，十级心里面就不开心了。我他妈的敢开三矿，看不起我是吧？开个三矿，开人。我跟你说，跟大，他是不是嘲讽你说点爆基地算你赢？哎，这就是他，冲进去，点他主意地。别我，我点他主意地，别进去了，再进去还要他打出来，往回退，往回退。啊，点基地。拍了好，点了基地，点了基地，直点基地。好，打一行字，打掉基地算我赢，打个问号。龙哥，算我一次全明星基业以后。问号。哎呀，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哎，差一点、我可以把这个基地打掉开矿吗？没掉。没主矿没掉、还有呢，哎呀，他有金甲子是吗？没金甲子早就一掉，就是，还有不对吗？还有金，什么都不干，哎，把我打掉了，卡了，这也行，你输了，你跟他说男人要遵守诺言，还有个兵哥，三矿，他还在打你的，这太二矿。主矿打掉才算赢。好，来了，哦，有盘子，啊，一个地方无所谓，无视他，打掉，无视他的地方。好，打基地，什么都不干，打基地。这打法太野蛮了，怒插基地。那确实，我还是跟那个打的，插。啊，没进去吧？全身而退，全身，打一分子，全身而退。有事的你也可以。跟大以后这个 ID 不要再登录了，我觉得确实太招人那个了。对的，仇恨值特别高。没基地了，他主矿应该还补了，还补了。再猜。现在，哎，这个金甲虫，哎。分担伤害，好漂亮！他现在要断粮了，没钱造金甲虫了或者子弹。对啊，基地都没了，怎么造？这里居然放基地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哎，放了，主矿放了，点基地。主矿，我先下东西去掉他一层皮。你从前在那边操作，你现在？哎，你插的是你的吗？好，明显不是。对方忙不过来。哎，跟他这个多线还可以啊，相当可以啊，牵扯他基地。哎呀，操作，哎呀，操作，很有实力啊！哎呀，居然把我插死掉了，我操！你敢信吗？跟他，现在不要打了，你现在优势是不是很大？我可以，我晚点有意思，就死高手呗。对啊，你们飞机那边是甩阿伟他们，可以啊，正好我气多，你看到没有？甩阿伟。对不起，我先把他打残疾了。我觉得阿比特你会被自己玩死。是的，这货没什么用。
不要退。哎呀，这个十九级的作为一个在 VS 呼风唤雨的人，十九级是不是之后就没说过话？是的，就没说过话了。一直是十七级的在这里跟他一唱一和，咱们打掉金币算你完了完了。我看也有偷矿了。嗯，这个对，只要没偷矿，你这波一出去他就极致了，你信不信？是的，分三分之一兵力过去了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先蚕食他一点兵力，分三分之一。快马跟他，到底要怎么玩啊？阿贝特，阿贝特，就是阿贝特一起上，用空兵杀了他是吧？什么？阿贝特传送农民吗？对，选阿贝特吗？你见过没有啊？这我自创的新战术，不过好像实用性并不是很大。来看一下，有闪电，有闪电，还有影刀，还有影刀，我没啊，影刀 OB， 赶快 OB， 赶快到 OB。他妈的，出影刀太卑鄙了，看不起你，跟大看不起你，你这人真的不是太好了。我也一定要把他掉，矿一起端掉。他现在兵力好像还是蛮充足的，不过要把地图矿开满 ，SM。不，我先偷袭他三矿。你这个叫偷袭吗？你这个好像要正面一波他三矿、啊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？效果很好的，直点基地，点完就走。好，先直点基地。太坏了，地堡也得点，不然待会下次再去点基地有点麻烦。好，点掉，走。全身而退，完就死，好像死了一半了。没有没有，就死了几个兵。好贱！对的，这点点。FM， 大家都看懂。阿贝特可以造，阿贝特可以造。二十分钟了，已经二十分钟了，跟他。我先把钱花掉。阿贝特，阿贝特呀，我们要看耍阿贝特，快点！哎呦，好多 VS。孙兵呢？我是用来拼他农民，拼他农民，这样就能有效的干扰对方经济。不是，他要打机器，干扰这骚扰是吧？冰冻对方农民，这是个新的骚扰方法。神经！哎呀，哦，好爽！桥口，全中，他后崽子不少啊。桥口又怎样？照样上。啊，这兵他兵爆的有点多。好像跟那在我们的一遍沉寂声当中，对面要打机器的呀，跟那你不能这样。我会给他看到送兵呀，怒送，龙骑怒送。哎，基地好了。哎，这个东西可以干扰他讲话。哎呦，对方反扑了。这一波白球有点多啊。你可以冰住他，我用叉子。妈的，就一个 OB。四个 OB 点一个 OB。三个白球啊，要被点掉了，要被点掉了。哎，对面现在觉得我吃了人一波主力优势啊，那优势很大。啊，死掉，死掉。引刀阿贝特呢？引刀吗？嗯，引刀过渡一下。引刀过渡。哎，我这边农民怎么就一点？是不是他金甲虫来过了呀？是不是引刀来过了？啊，我靠！果然不是我家族。我这块农民怎么只剩一个了？我估计对方真的在录全部兵机，他们也在一边在玩一个。是的。妈的，不能忍！我用阿贝特干。说句正经事啊，那个更大。啊，我这农民也没了，你们打光了，翻盘了。不，如果你要用阿贝特作为主战兵种，对吧？麻烦升一下你的空军的攻防。是的。啊，等一下。看我这个。哎，好像操作的不是特别的优秀吧？甩，甩。哦，是闪电，不是金甲虫。哎呦，一把电！哎呦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和白球，他都不知道我农民的方向。哦，对，他是隐形的。对，这是一个假阿贝特。哎呦，这边反 A 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用引刀磕啊。他有金灯啊？对啊，有吗？肯定有吧。这会翻盘吗？完了，好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个别玩了，该赢的还是要赢。还是要补 B 级兵种。你要不到阿贝特传送还是冰冻啊？
冰冻，我去冻他农民啊。这你先守住自己家里再说、啊、家里要没了，跟他跟要没了，跟要没了。真的呀，跟要没了。你把他经济骚扰一下，你这样你看他是要跟他都没矿了。再三矿，再三矿，再三不是要跟他。现在你这个冻有毛用啊，他本来就是冻着的。我就是威慑你，威慑你，威慑你，就告诉他我们可以冰冻了，对吧？不是，我看我挑衅他，是吧？你敢，你敢上来吗？这晕，是十九级吗？啊，是五级的，十九级到现在除了第一句话之外，后面就不咋了。打烂，打烂，男人。你觉得这五个阿皮的能打过两个地方吗？他打五个阿操作下可以打地方。你不是先冰冻他再去打吗？啊，行，先冰冻，先冰冻他。我觉得你要被翻盘了，真的。是的，阿皮好像没什么用啊，现在。啊，冰冻冰冻冰冻。好。还是阿皮要。哎呀，我多了。谁呀、啊？啊，你自己冰冻的？哎呀，我靠，失误失误。你这也叫操作？哎呀，我矿比较锻炼了。说了说了，他唱歌了。他怒送三个阿币，这怎么玩？他唱歌了。好，停在这里。想了想要打字。你还打字？错了。错了。给机会。一下就认怂了。好的，哎，终于打了。我不打你基地，他妈的，我去干他！跟着，哎呀，还活着，活着，哎呀！啊，我要这个阿贝特派上特别用场，宣传送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我冰住他怒口，哎呀，你直接动他干嘛？你又不消灭他？哦，要上来了是吧？冻住他这里，然后我从这里打他翻矿吗？哦，你要冻住他那个入口吗？对啊。哦，那你这操作太细腻了。你先把这十一点钟打掉，一点钟，一点钟。地堡有点多啊。三秒，三秒。哎，别死了，别死了。阿比特很贵的，不要。好，现在你被两边包夹了。跟他本来那个地堡打不到，还操作一下那个地堡。啊，还是一个基本上满战的。哎呦呦，杀了好多农民。哎，这没经济的，拿毛啊！没钱，阿贝人都造不出来了。几级的？就是你只有一百多块钱。啊，阿贝真死光了。二矿人。真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二矿人没了，没了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没了。哎，反正应该。你现在能卖飞机场吗？真的没有。哎，还有一片矿。哎呀，有优势啊，我觉得。就是这一片矿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。不是，对面也没有矿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面也没矿，就他就十二点钟嘛。你照点。我去拍他的金。你照点那个金甲虫嘛。我们啊，照个金甲虫可以。对。你应该造一点防守型的部队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对方部队是我们的两倍。高帅富秒杀屌丝。跟大家成了屌丝了。这个没办法打。这他妈的，这确实没办法打。这他妈贵了。这你妈士可杀不可辱啊！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已经侮辱对方三十分钟了，你就不允许对方侮辱你个三分钟吗？爱基地，哎呀，红球，哎呦，红球还好，那个子不给他自卫，要唱什么歌？先选起来啊！那个今天先暂时休息一会儿，好吧？先休息一下，休息。那个，但歌还是得唱的。你想一想，我不会唱什么歌，没关系，不会唱什么。不，你是跟你刚才不是自己说吗？男人说话算话。对啊。就我这么跟你说，不会唱什么歌就唱国歌。好，我唱国歌吧。真的唱国歌吗？国歌要唱完整版的哟。
不唱一段，唱一段，每一个不国歌不能唱一半，这是对国家的尊重，这是对国家的尊重。我们这个节目是在网络上公开，那什么歌可以唱一半？唱一句，唱一句，一句怎么行呢？什么歌都不能唱一半，因为这是对歌曲作者的不尊重。那你总唱我歌吧？给我想一下，想一想。谁让你输了呢？对啊，那么大优势。其实刚才我觉得我已经赢了，是啊，我们都认为你赢了。我都准备选阿贝特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对啊，对啊，反正看今天视频的人都会觉得你赢了。对啊，但最后你输了，打击机器人是你，对吧？咱们要不然我再跟他唱一会儿，输了唱两首，赢了就不唱了，怎么样？赢了唱一首，输了唱两首。不是，我们第一太贱了，我们第一集就到这里了。必须得说惩罚，谁叫你下次那我下一次让你赚回来。行，那我唱国歌吧，从头唱到尾，唱完讲国歌也没有多少啊。对啊 ，music 要 music 吗？肯定要啊，这不然对国歌不尊重。现学现卖，干得漂亮。music 还不想起来吗？啊、那个，我问一下，导播能放 music 吗？可以来放个国歌吗？我跟你说，根大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成为新一届的谐星。其实我挺爱国的，真的，对，我知道。嗯、那你旁边那个加拿大国旗是怎么回事？我回去把它抠掉。不是，是这件衣服太便宜了，把它抠掉啊！人家丢在地上，他捡起来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勤俭节约。除了国歌还有什么歌？就国歌，就国歌。那你倾向吗？没有配乐吗？倾向这个就要看你对国家是否尊重。你要配合动作，对吧？要配合动作，你不能在这里这样。对啊吗？你要坐直，看着我们的镜头。对。然后，你想这边就是给你支小花袄、给你包韭菜馅饺子的、大叔大妈。啊，祖国母亲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了来了，那开始。看那个镜头。我想想，不论你。第一句是起来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看那个镜头。来，看哪个镜头？看这个。这个认真上、看着他上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。起来起来起来，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铁的炮火前进，冒着敌人炮火前进，前进进。哎，非常有南京味的一首国歌。哎，很多年没唱过国歌了，唱的不好，不要进步。不是、唱的很好，唱的很好。你们高中不升国旗吗？对啊，高中啊，高中升国旗奏国歌啊，唱国歌啊。反正我让我想到了有一次什么奏国旗、升国歌这种事情。初中吧，高中好像就没有了嘛。你们高中唱吗？我忘了，我也忘了，年岁已久忘了。反正他们会每周都会有升旗仪式的嘛，不是叫大家一起唱的，对不对？大学是不是不升旗过去？大学没有，大学你想看这些大学生早上才起床，不是中午才起床，早上睡觉。大学很自由的，对对，很自由。嗯，好，那个，今天我们这个全明星之夜，这个根大篇，哇，这个篇章，根大第一篇，根大第一篇，大一的根大在全明星之夜当中怒跪三板，最后。什么清唱国歌？清唱国歌，表现出你的爱国情节。这个饭现在一口都没咬，想不想吃？太丢人了。想不想吃？不吃，不赢绝对不会吃一口的。好，是男人，是男人。那个跟大说话算话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全民之夜跟大片的第一集暂时就告一段落。是的。那么这个播放的时候应该是春节期间。对，应该是春节期间，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拜个年。拜个年。祝大家这个新的一年，因为是蛇年，因为我是属蛇，所以是本命。啊，你属蛇呀？对，红内裤，红内裤。对对，还没到了，没到了。到了那天，我肯定把红内裤拿到全明星街上。红内裤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对啊，对了，我还得宣传一下我们南京的新年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哦。对，我向大家通知一下，就是2月13号，南京，然后富士庙那里，有个线下比赛，就是我们自己自发的组织，是第一名500块，第二名300块。然后第三名是200分，奖金虽然不多，但是
大家的热情，大家趁着过年这个时候，所有还热爱星期一的人一起到线下去聚个会，对，感受一下年味儿，非常的不错。具体地址到时候我们会发在 PR 优惠团里。好的，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然后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选择213这一天？213，因为明天就情人节了嘛，然后情侣也可以过来。看213的213。211，211，说玩星际的差不多，我们也都是这么种人，对不对？有道理是吧？而且放在情人节前一天其实蛮好，因为情人节，到时候有中国前十月同学，中国八强比赛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江北主王贝克汉姆。哦，小贝，对，小贝是南京人，肯定去啊。好啊，这个恭候您的光临。是，哎，如果说实话的话，其实广末那个时候也打过一个很星际。广末我就不知道，广末不是玩模特的吗？他之前也打过，对，他是星际的，他星际也不是南京的，星际的。哎，这个我等一下过去跟广末说一下，因为他过年肯定要回家，哎，过去看一下他现在是什么实力。你们认识他吗？认识啊，你要 QQ 给我啊，你要约他是吧？我肯定要，我跟他切磋一下。哎呀，真的，让他四个农民。让他五个，让他五个，告诉他现在星际争霸是怎么打的，对吧？对，广末那个时候还是很早。那时候我应该是2020吧，很早的。对，好，那么再说一下，重复一下，2月13号在夫子庙那边，是吧？啊，对，夫子庙的。反正具体地址大家可以登录 PO 论坛直接点这点声，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帖子会。到时候我们帖子发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得加量治理一下，这个也是支持一下现在还存在的这样一批热爱星际的。而且就现场报名，对吧？对，现场报名，现场报名。其实你只要来了，只要来了就可以，只要来了就完了，对不对？重在参与嘛。对，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，其实很高兴。对啊，小心一点。说不定那天突然有人跟你说，我就是那天那个使者，你想干什么？有可能，实在是太嚣张了，实在太嚣张。那我们到后面谈谈啊，哟，很嚣张。人家是南京人，扛把子，扛把子，开玩笑，而且更大。对，关键是更大，更大才能扛得起。有本事比一比，对吧？有本事比一比。你刚才说哥可以放风筝，你行吗？什么叫放风筝？曾经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个国家，是以长度来决定它的地位的。然后他们的宰相，拿它做腰带。很长啊，对啊。然后有一个人说：“你才做腰带不行，我这个东西就反正要比腰带长很多。”那我要当你的国王。他说：“国王在后面，你进来的。”他出来的时候一脸的无奈与沮丧。为什么？然后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我看到国王在放风筝。”哈哈哈期待你放风筝的一天，好不好？行。好，那个大家再见啊！我们下周一晚上的8点钟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